还不上菜，上了，上了，上了吗？在哪？在咱屋刚刚上菜，一盘。在哪屋嘞？在附近。我可是个经理啊。润师，润师，哎呀，哎，王哥，男孩可是好的。好的。男孩可是好的。行，我。嗯。哎呀，上来就开始好了。上来就开始好了。一会儿弄好多少？哎呦，得看心情啊！哈哈哈。期待开心啊！哎，不高兴吗？高兴好一点。好，没问题。你说，你说。没有啊。嗯。一个电视播。这个老婆好，哪个老婆好啊？什么老婆好啊？没有声音？不可能，忽悠我！不可能没有声音。上菜了吗？啊、嗯，有声音是吧？啊？走走。你给我拿着设备。我拿。走。那边我还搞这几件，加这个这些。哪里有搞这几件？该装的没得劲。在哪里有搞这几件？在这儿，在这儿。别耍了，给你拿上啊！看着啊。今天中午找你吃饭吧，来吧，来吧。啊，有搞这几件哈。嗯嗯，宝特别高兴。老宝又去哪里了？在入城北石河，入城北石河，北石河叫清吉庵，清吉庵村儿，清吉庵村儿。我一会儿就去了，来吧来吧来吧，上菜了没有？上了，上菜了。哎，你好，看着我会儿了，包了段儿，是不是啊？对呀、啊，光看你呀、啊，光看我。哎，我冬天都是包了段儿。哎呀呀呀，碰着熟人了。我一个我冬天关注你，冬天关注我。提速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大哥，你是这附近的？附近的，我是水坡的。水坡的。清远。啊。我喊你正常上去买菜吧。对对对。有一次我庄里就是在这个地上。对。在俺庄里黄瓜、松子。哈哈哈哈哈。啊。有人你看着我是菠萝园，我。啊。啊，你给了陪什么？陪伴了还？不，这个老板是俺那个加盟店。哦。啊。老板啊。啊啊啊！哈哈哈哈。熊哥。对。好。好嘞，哥。嗯。啊，抖音的。你看哪抖音的？我跟你说，你不是没意思的。不是去办，从办出来。哎，怎么上北四河了啊？今天正好来干集。那不能往下。不是，这个可以往下。不着了，奔下来。哎，这中了。啊。上菜了啊，带你们吃大餐，放这来着。你说呢？放这来着。没那么些人吧，放这来。哎呀嘞，多少？你把你给我这儿。也得多一份。什么？拿着呢。
那个什么，我中午我就不好了。不是不是，我下午我还得剪视频，很多事。然后转火就好点儿。我开车就转火就好点儿。转好点吧。转火就碰好点儿了。我肚子不舒服。什么都不舒服，快点。以后好好的。谢谢吧。我肚子。不是好点儿。你能背的吗？不是。就是弄背着一头半，就万哥陪陪你。不，我开车，我开车，就黑和那谁好点儿。哎。一周六七班。对。融合大酒店不是融合老酒馆，带俺带这个。北四河清静安那个老酒馆。好点儿，剪视频剪的更好。买脑控吧，四千八一个。今天有什么事？今天什么事没有？俺带月购干了个鸡，带月不是是月购哈，月购干了个鸡，然后呢，这个店是咱的一个加盟店，那个老板开在北四河又开了那么一个店，也没来过，去年大忙忙也没落着来，进来的朋友没点赞的点点赞，戳戳屏幕点点赞，点点赞。这个老板很面善，有人说的我，有人说我长得这个一看不像好人，不能光看面相，不能光看面相。那都吃饭了吗？朋友们，恁都吃饭了吗？宝乐瑞，每次看到你在街上帮助老人，就特别支持你，谢谢啊，非常感谢。还没吃，等着上菜，等着看看五百的标准。在村里，我跟你说吧哈，在哪个村哪个镇，饭店都非常经济实惠。村里人吧，怎么说呢？好打福，就是说一般结婚呀、过生日、过百日，单饭上饭店的，就是说这个，一般就是说差不多就中啊。村里没那么些讲究，主要是以经济实惠为主，经济实惠为主，你管饭，来吧，来我管。来我管饭，就为了你帮助老人，也得必须给你点赞，谢谢啊，非常感谢，没点关注的给我点点关注，交个朋友，我是开饭店的，然后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四赶集。专门买老人的菜，照顾老人。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，我们去看望这些困难家庭，这些困难家庭。你收光的啊，你娘的！刚吃过，早知道你来我们这边，我们舅舅。哎呀，来日方长啊！来日方长，你们上高密了，恁去找我。我什么时候我再来入城，是不是？你看着了，你就过来找我。几点了还不上菜，你还想早点走？赶忙就上了。这是在自己饭店吃饭，不是在入城北四河清吉安村老酒馆饭店。吃什么大餐？等会儿叫你看看。好省500块钱一大桌子，十个人吃不上。还得叫你再带走啊。主播干放凉机了吗？配视频了没有？干了2次放凉机。
两次放进放零一。嗯。别闹了，什么偶像、啊？潍坊蠕虫，蠕虫，啊，蠕虫。嗯，还没上台，一千多个人看我。那俺们上了台，那得多少人看？是。嗯，去你饭店里吃饭，打几折？上俺的店里吃饭没有打折，人一说，我可以送你个菜，是不是？送个菜可以准备就。